带杂七爽啊！下午去好了。嗨嗨嗨嗨！我来讲话声应该是大声，没了哦。可以，没事啊，可以。好，好，我先放一条，因为我们现在要前往那个台十七线。大家流行放拍摄少年，我来放一条拍摄少年。啊，拍摄少年有一条歌哦，这条上新的专辑里底，我有感觉有一条歌袂歹，是甲三生现役合作的一条歌叫《出巡》。加量应该也是吧？可以，嗯。哦，这前奏很帅，很帅。但这些一直想要用这个，用别回元素啊。这个已经做足久啊，这条歌到底什么时候会融合哦？我真也不知道。我顶头来这下卡，买去这下卡，甲是旧年的时候，这条歌在用。啊，真当甲去看迄个罗丽门的放烟花，啊，这条歌还可以用，哦，用足久啊，用到现在还可以用。我想今日要去这下卡，这条歌融合，我就嘛是安尼。不要跟他聊聊用啦，哦，还是有人在施工的嘞，哎，还是有嘞，就是一直有在做，加油啦，加油啦，最刚的人啊，对啊。哦，每一道开这条路就感觉很欢喜，因为你知影你要去你上喜欢的所在，哎呀，就来去这样看。规张拍摄少年，这一张还没，这一张，这一张谁牙七比较熟？哦，谁牙七，谁牙七应该是他们专辑里面最早出现的歌了，嘿，第一应该算第一波了，对，第一波，嘿，第一波街头表演，街头表演 MV 啊 ，Live MV 啊。海爽啊！耶！哇，通上已经十个了，大家都直接下班了是吧？哦。那个最近那个上班不要看戏，那个陪你上班嘛。啊，瓜吉这也有陪你下班系列嘛？对。这是我今开的这些啊，陪你停班停课。停班了吗？停班了吗？哦，还没停课有啦，停课有啦。停课，我唯一看到比较崩溃的应该是那个啦，爸爸妈妈们。哦，哇塞，大家都崩溃。哦，剥夺了一些些血自由啦。对啊。哦，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大家欢喜啦啊。哦，利用这个时间去找到跟自己小孩的一些 balance 啊，增加亲子相处时间。然后，哦，今天不管那个阿基电台是要讲一下哦，那个我们高雄左营的那个
粉丝玉泽啊、哦，哎、欸哦，要记得把 Switch 让给你爸爸。我昨天看到他卓爸，他打说，哇，小朋友都不上班，上课都不上课，Switch 可能会被他抢走。啊，哦，难免。哎、欸，真的很帅耶。拍碎少年配三生剑一出神出神哦！刚才这一首歌是我们今天阿基电台第一首歌，今天会放到直到金仔脚为止。好险！我最近因为我有一个喝习惯啊，这个习惯也告诉大家了，就是只要今天有一个音乐类型的奖项的入围公布，嗨，哎，我就会去搜寻里面的每一个作品跟专辑，哎。确定一下有没有你的名字？不是，当然不是。最近有没有认识的？然后最近就用了三四天的时间去听的是三四张专辑啊，就是有最佳台语专辑，然后最佳客语，然后客语有一团是有接触过的，叫做笑路卡拉。卡拉笑路，卡拉笑路，笑路卡拉啦，笑路卡拉，笑路卡拉，就是某一年的一个活动上有拄到啦。哦，啊，未歹，我感觉因足坚持，迄活动已经足久之前了。啊，了主唱是一个少年家，然后想，应该是吼、哦，应该是维持伊的青春的活力吼、哦。殊不知吼、哦，做了一张专辑入围最佳客语专辑。哇，金曲奖，金曲奖，哇、哦哦，直接跳过金奖啊！哇。有可能啊，他们可以两项都报啊，哇，对啊，两项都报啊。金曲奖会比金鹰奖来得早，金鹰奖都差不多在六七月啊，然后金鹰奖都差不多在年底。哦，嘿啊嘿啊，然后也要顺便告诉一下现场的哦朋友，就是那个最近因为三级哦警报的关系啊，然后疫情每天都破百起跳了、啊，所以有很多的活动在我们前几集有讲到。全部取消，没有一个留下来的，该走还是要走啊。然后对，所以我们盘点一下，人生有功练，台东不去了，台东不去了。哎、欸，台东还没有意义、啊。台东我要更正一下，我们前几集就讲到是礼拜六，然后殊不知那个当天就冲仔蛋就传了一个铁花村的那个演出资讯。哦，发现哎，怎么上面写的时间跟嘎威跟我们讲的时间不太一样？哇，哇塞，竟然是礼拜五，整个我就算去也不能唱。对，然后第二就是那个二水的黑泥田的草根音乐节啦、哦，最期待的，最期待的。哎呀，我们甚至还打算在那边住一天，就是为了跟阿达哥、哦、跟小黑哥、哦、跟。哦，一大堆歌自备的，没有姐啊，有可能有啦，丽君姐，丽君，可丽君不喜欢人家叫她姐、哦，然后跟她小酌一下哈、哦，联系一下感情这样，哎呀、啊，可惜啦，没关系啊，我觉得台湾安全要紧啊、哦，我们不要说安全，因为台湾安全是上一个候选人的抬头，我说台湾平安好不好？台湾平安，哦，台湾平安要紧，嗯嗯。哎呀，注意啦！尤其最近那个疫情的关系，然后台南今天就刚好新增了两例嘛，两例的那个中国武汉肺炎确诊两例啊。哎呀，然后我这两例出现，我觉得有一点，为那个这些我们在台南很糗的这些长辈哦，可能会带来一点教训。哦，哎，因为我们店林家肉燥饭比较多的客群都是长辈嘛，嗨，然后长辈他们就是最喜欢的就是不戴口罩跟卫生习惯不太好，哇，然后我就会说，哎、欸，你的口罩，你的嘴啊，你对，我都用比较激烈的语气态度去面对他们，然后我妈就说，妈，敢讲啦，人是大，你，可是现在是可以报警的，现在嘿，现在我就。没有，我们现在这个可能室内的空间就会缩小，让进去里面用餐的人就可以减少啊那样啊，然后实名制跟酒精擦拭你的双手啊嘞，嘿，然后口罩戴好啊，强制规定的啦，对啊，安全呢，对啊，不戴口罩是自私的行为啊，你在帮武汉肺炎背书啊，哇，说得好，说得好，对啊，就是安那样，所以
我还放下一首歌，我好像要听点歌啊。我就刚刚有提到笑路卡啦，笑路卡啦是一个很青春的一个乐团啊。最佳客语的入围，最佳客语入围，客语专辑入围，然后就直接放笑路卡啦。哦，已经有上 YouTube 了，有整张专辑就上。我最喜欢他一首歌，叫做许你一片麦田梦。字还在飘，许你一片麦田圈，哦没有，麦田而已。不要说最喜欢啊，整张都很棒。然后这首我觉得有看到笑路卡的活力。哇，专辑开场曲第一首，对，第一首，我觉得第一首很重要，而且我觉得我最近听的专辑。他们的开场跟结尾都做得很好哦。龙猫说回来顺便外带千咖啡，确定千咖啡开了吗？他说今天只做外带，今天只做外带，前昨天好像也只做外带，是哦，对啊，然后只是大家都很习惯的椅子搬着开始坐在那边，就算没桌子也没差，手机按起来开始玩。AM 说今天要干嘛，我们今天是要去金三角看日落啦。对，看日落。坐坐车哦，大家下班了，差不多。现在时间下午5:30。我想说，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最近真的用餐的人比较少，大家可能应该比较习惯在家里吃饭，就比较安全啊。接触到的人比较少，嘿，想说可以早一点下班，有吗？没有，到2:00都还有人来点海闪粥，要气死我了。他想说早一点，我觉得早一点下班还可以去那个秀里鹅堆吃一下。哦，算了，来不及了。秀里鹅堆在哪里？在青昆生啊，在昆星。哦，对，你没吃过啊？没，哎呀，对啊，我唔知够开中午。里头落山，先看里头落山了，怕什么？秀里鹅堆那边有一个很秀的一个画面，就是我曾经去买秀里鹅堆，然后它旁边刚好有一个渔港，然后秀里鹅堆很多人都会去买什么？就除了买鹅堆以外，大家买那个无锅鱼，买鲜鱼，嘿，就是他会炸那个无锅鱼。现炸无锅鱼，然后就一大就三四个老灰啊，他就外带那个无锅鱼，然后因为他旁边刚好有一个渔港，你就坐伫遐鱼啊港边，啊底下撑迄个南苗啊，啊底下配骨头，底下配鱼海来的，哇塞，我说，哇塞，你吃大海所产出来的无锅鱼，把他骨头还给他，哇塞，真是太。真是太糗了啦，这些老灰啊！直接海葬，直接海葬。秀一哥说秀里只到6:00，谢谢秀一哥，谢谢。而且那边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你只要一个地方出产出一个很有名的东西，像秀里啊不，像青柴坤仙，它应该本身也不是出产鹅堆为闻名的，嘿，然后今天秀里鹅堆那边闻名了之后。周遭的一些店家就开始卖鹅堆哦，那边就鹅堆超多。耶，今天云有点厚啊，可是今天天空有点蓝，我觉得日落应该是会蛮漂亮。嗯。
而且其实台十七这边的路规划越来越棒，因为我有时候时不时就会看他们在铺路，然后就铺得蛮平，然后旁边也做了堤防，也不是堤防，就是防止你掉到那个草丛里面。那以前是没有的，对啊。我说右边这还是新的，对不对？我不知道，应该是新的，就比较新一点的，就这种堤岸的堤防的，加水烟哦。龙猫说他也没吃过，还没吃过。老板姐姐来，不要再去那个哪个，不要再去那个新营吃那个停电的寿司。我每次经过这个莱茵河汽车旅馆，莱茵河汽车旅馆，就想到以前我一个很刺激的一个乐团叫做充气娃娃。哦，充气娃娃它有一个歌名叫做《蠢婴儿》，就是那个婴儿啊，就是那个婴儿啊。哎呦，他说你用尾扎下的去蠢婴儿，然后团员就是那个主唱就是那个熊哥啊，那个台南 PA 大前辈熊哥。哇啊，蠢婴儿，好，那个。小路卡拉哥在我们聊天过程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一直盖掉他的声。对，然后其实克里与专辑，像小路卡拉就是我熟悉的乐团嘛，至少有聊天过这样。然后我也去听了其他章，我觉得感觉应该蛮厉害的。像那个，像我接下来就是他其实是推荐的。一个我听完小路卡拉就直接推荐这一张给我，应该是有那个什么那个演算法的关系，他知道你在听金曲奖的名单，我就直接推荐给你。这个叫做春面乐队，春燕春面啊，春面，嗨，春面乐队，我唔知为虾米叫春面乐队，我嘛唔知为虾米林声祥为虾米这道无入围啊，有入围最佳乐团，但是无入围最佳。客语专辑，还是他根本就没报？可是他有入围最佳乐团，还是他是因为乐团的关系，所以我们在拒绝被归纳在这个客语这个奖项内。对对对，哇塞，对呢，赞赞赞！他只想拿年度最佳专辑，有可能，要不然他就是想要报名一个个体这样，就直接带着整个乐团登上金曲奖。Yeah， 然后这条香车咯，哦，第十七顶冠香车咯，哦，正面要去咖喱，哦，要去吃牛肉汤啊，万年牛肉汤，哦，倒边就是第十七，往七股将军，我吃一下足臭的哦。阿妈注意安全啊！没有戴安全帽啊，也没戴口罩啊，不好吗？啊，这就是台南关啊。好，我先放一下春面啊。好，然后春面因为我就不熟，所以我就是用歌曲去认识他们啊，一起来听。对，然后我觉得他们蛮实验性的，就是他们的整个做法都蛮实验性的。我加尬一样，然后他们第一首歌是我觉得最棒的。我不要去定义人家这样，第一首歌我觉得很好听，然后大家可以听看看那里。讲话很小心。到底。好，其实我那时候我都没有看歌名，他这个歌名到底是怎样？到底到了底，到底了，就这样。到底年了。哦，这是铁卷门在拉的声音是吗？确定是铁姐们。而且最近看到名单里面真的是独立音乐越来越多，就觉得哇塞，这台湾的音乐产业真的一直在进化。所以现在的金曲，今年的金曲，也就是主流音乐已经四维了嘛，已经可以这样做结了嘛。你看，像周杰伦，
他就只入围年度冠专辑，那年度歌曲哦，就一首年度歌曲，然后五月天一首年度歌曲，剩下全部都是独立音乐啊，哇，几乎都是啊，就时代转变的一年。你看最佳乐团全部都独立音乐，除了告五人以外，嗯，告五人算独立音乐吗？没有，他有公司啊，剩下全部都独立音乐，厉害。台湾的那个音乐的 sense 越来越好，耶，赞！我们不管是嘻哈或是摇滚，这个圈子都还不错。哎，很小心，小心。我觉得这间国小真的很漂亮，每次经过都觉得很漂亮。这水啊，跟市区的国小无同。外面那只好像鱼，是不是？我觉得是丝木鱼。是丝木鱼吗？我觉得是。这种编曲，这种跟人家在十年前金曲奖绝对听不到这种曲风。天哪，真的啊！然后做客语，哇，走地铁没丢，真正厉害。哦，那就AM 说网路是不是不好，很当？对，没错，因为现在就是我们正在移动中。对，没错。哎，对了，你们不是有去清明吃那个？寿司，对，米线寿司，对，那你觉得怎样？我觉得怎样？对，除了停电以外，剩下的，剩下的有没有值得赞赏的地方呢？它有一款很符合外地人最台南人期待的一款寿司，哦，什么寿司？就是直接在鲑鱼上面淋焦糖，然后可以回前喷，所以整只鱼都是甜的。它就是那种焦糖布丁的做法，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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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黑糖拿铁，对，哇塞，很酷哎，就是那样。它这样子好，有，你觉得把那种焦糖放在鲑鱼上这样？我很想说不要玩食物，但是它值得就是满足观光的期待这件事情值得赞许，因为新营这个地方它缺乏亮点，缺乏亮点的食物，它有这一道应该是有机会。变成大家所推广的对象，这样子，就是让更多人知道，新营不是只有祖传羊肉而已。祖传羊肉也没什么知道，也没什么知道。我原本想去，原本想要接着去，大家应该知道，但是因为停电在那边等了一小时就没去。哦，我这算过去了。黄灯啊，黄灯。然后前几天我看到一个连友的讯息，是那个新不关庙凤梨王子，哦，杨宇凡哦，杨宇凡，然后他拍一个，他应该是在全联吧，还是在某间超商的那个室内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拍一个柜位上就一个被扫光的一张照片，这样一个柜位的一个像某项商品被扫光，关庙也扫光，扫光，你知道扫什么东西吗？台糖的扼杀，
哦，然后就底下留言说二沙，哎、欸，你去渔光岛就有了，你台南的二沙就在渔光岛，谐音笑话是吗？因为那边有沙、啊，台南的沙就是都是二沙，蛮酷的。其实台南没有吃那么甜啊，其实。但据说他们关庙人喜欢沾酱油、欸，哎，因为凤梨已经够甜了，所以反而想要沾咸的。哦对啦，这样好像比较合理一点。那个龙猫说，下次阿基你也可以试试看，边开车边录音，然后边看路上整个停电。哇，那还蛮精彩的，很危险。我有边开车边录音，然后没有停电的状况下，停电真的是太扯了，停电太恐怖了。所以那因为我所。所在的每一个地方都没有停到电，我唯一有觉得停电让我造成不便的地方就是红绿灯。哦，你都在非停电范围内啊？哦，好像是。太强了吧？太强了吧？我家也没停，然后我老婆家也没停，然后千咖啡也没停。哇！对，去的地方都没停，这样。对啊，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感受到停电带给我的困扰。可是我有经过一个红绿灯，它因为停电，所以它没有就是没有号志嘛。对啊，然后第二就是加上它应该是刚停，所以警察没有来办法维持那个交通，来不及啊。所以那时候哇塞，大家都是凭感觉在过红绿灯，凭感觉啊，就哎、欸、你应该差不多要停了、啊，我应该可以过了吧？那一种你知道，我被醒鬼啊，透解逃你知了。台湾人默契大考验，对，默契大考验。我觉得哎、欸，可是我觉得看起来那种字句是蛮好的，大家都知道应该要让你的时候就让了，能停的时候停这样。好。接下来我来介绍下一张，因为那个本身是台语创作，所以我对台语专辑，会有一点点感觉，靠学妹去了解啦，哦，所以是最佳专辑吗？对，台语最佳专辑。然后我先等迄个较唔捌的开始，啊了就台语专辑内底都有迄、那个。号角响起，号子嘛，冇入围，真的假的？哎、欸，对对对，哎、欸，我真想要听一张，但我也未听到一张。他在第二就是迄个许富凯就是老帅兄的迄、那个哦，歌唱大将啊。对对，年年入围，年年没拿这个许富凯。然后还有最佳专辑，还有那个青虫啊，青虫就是我们俗称叫做南面之友啊，就是我们有曾经有入围过南面儿歌的这些每个创作者。青虫就是很常见的一个团体，啊，第一次就是那个西班子我就没听过，所以我就先从西班子下手，因为我没听过，所以我刚刚我准备先了解一下。好啊好啊，这位了解。啊，我伫西班子来电听了，我听了笑出来的歌，直接笑出来，我就说哇好酷哦，对，我直接放给大家听，叫歌跟着啪。就啪一啪，有，我洗板纸，啪，大软，啪，这应该是大帽，哎、欸，是帽吗？下面那个毛，嘿，毛，毛，啊，这个在台语字叫啪啪，就啪啦，哦，好可爱、哦，哎、欸，这间。这间就是要去金海子最后一间 Seven， 所以没有要停。哦，那个当地应该有卖饮料，支持在地，支持在地，支持在地。如果要买什么玉饭团，要买大亨堡什么，就那间要停，因为后面就没有，因为我们就要到将军了。够吗？你来，我告发。
十几岁的那个风流倜傥的那个高度啊，因为唱的就是一个大叔啊。西班子乐团，西班子，他们都是打这种好像非洲鼓的，那个主唱就打非洲鼓，所以里面会听到很多那种非洲鼓的元素。这个非洲鼓我不知道，有没有就很多那种鼓的声？欸，真的很容易上火。今天那个底部的雨没有那么厚，所以应该可以看到太阳整个在那个若海，若海，哇，应该可以要来了，对，我们快到了。我给你唱到家，阿姆的婆虾，小川，耶！好，我们今嘛已经慢慢接近北门了哈。啊，了，其实拄只嘛，哦，应该是最后一条了。等一下，应该是最后一条。然后，刚拄只有讲到最佳专辑，最佳台语专辑入围，啊，像一挂迄个徐富凯啦、耗子，这我那边去听啊，这我也去听啊。啊，了，够一个，就是我有讲到青虫。哎，哦，最近很多人都有分享他的歌，哦，青虫，哦，不管是大树公也好，哦，还有我看看，哦，对对对，来来，这个金仔角瓦田，哦，瓦盘盐田，哦，这个牌坊，我俗称鸟居啊，这个行就要左转了，这是唯一去金，太安宫，唯一去金仔角的一段路了，哦，这个，哦，这个时阵非常的水啊。耶、yeah. 哦！凌晨说浩子那张他蛮喜欢的哦，讲给他说乱弹阿翔合作哦，然后阿翔跟阿翔真的是真的是号角响起啊，你还是这个想、啊。然后龙猫说今天宣布开始 A 到 F 组轮流停电了，耶、yeah, 啊、！H 应该还是会跳过啦，H 那个医院医疗那些好像都是 H 组。对对，哦，轮流停了，刺激。对啦 ，AM 说泰安宫很灵，然后那个 Peach 哦，铁粉 Peach 说要去金仔角吗？没错，对，我们就是前往金仔角的路上。其实我觉得停电有一个很棒的方式啊，就是都要拿停电的时阵，你得把你的那个运动短裤换的，运动鞋穿的啊。阿廖，伫恁兜附近公园照三日啊，照了回来你都有电啊。趁这个机会运动一下啦。哎呀，因为你也没办法吹冷气嘛，对吧？不如就狂流汗吧。对，你就让它流汗，然后回来也没有限水嘛，所以目前没有哦。目前没有，你就回来就洗澡嘛，洗澡你电有来了就睡觉。哎，这是那是我有这个风险啦。对对对。啊，不靠我懂。对啊，好吧，你也追剧嘛，你也追剧啊。几点钟应该看一个？像我最近看什么啊？最近看我最近以《熟女养成》欸，熟女养成》吗？出第二。对对对，熟女对熟女第二季要上了嘛？啊、第二季。第二季要上，然后我第一季还没追完，我就一个小时看，我可以看一季嘛？看一集，看一集啊！对啊，要不然什么？最近推荐那个《黑心居酒屋》嘛？对啊。哎、欸，那个跨界啊！龙猫说，那个千咖啡就是台南的黑心居酒屋，就是台南的深夜市场。哎、欸，对呢，哎、欸，对我还没有放最后一首歌，我们哦， oh. 我们已经快到了。好，最后一首歌就推荐那个青虫的那个《短球功》啊。哦、oh, ，B O Tree， 我现在弄起，你弄起又英文，全部用英文。哎、欸、对，《短球功》《短球功》啊，哦，这条歌
听到起鸡尾皮啊！哦，今仔拢无人咧，感觉无人啊！有阵你袂用惊到，哦，哪侪人？本来我靠看起无像。我点点站伫遮，是无啥人。看世界的变化。哦，你真正人。哦，真正无人咧。啊是袂当入去，但我唔是要去遐，我要去我的秘密基地。正在找一个所在停个。你的秘密基地无法多开车入去啊？哦，遐无多，遐个会当用爱用行的啦，爱用行的。嘛是话爱面行了，好，我待下要食十八元的。Yeah. 但我步行嘛是会当开的吗？可以吧？会使吗？唔系啊，我先捡一下，我带你去买一挂，买一挂凉水。啊了，迄间敢看会着？迄间就是皇家古厝，还、oh. 有就是迄个我一个念亚书朋友叫做郝源，郝源刀啊。啊！只要看到种像迄个布球，迄有啊，做者布球，嘿，拢伊妈画，哦，哎，好可爱哦，超可爱。啊，了，因来电下，因为家有真侪迄个候鸟，哦，因毕竟家待十七嘛，家的迄个水质养分啊，土壤养分拢真好，所以有做者候鸟拢会来到这所在。啊了，伊上有名的就是黑布燕鸥。阿廖也带一个乌豆椒啊，阿廖伊都会来吃清溪，阿伊搭到底下起一个迄个赏鸟台，赏鸟台是倒位啊？伫中央赏鸟台。哦，嘿。哦，这合音的很屌哎、欸，哦，真的很好听。哦，谢谢。而且狗在开始要攻击，我是好朋友嘞。三百鱼丸粿无开？哈？叫我买三百鱼丸粿。头前一间。一间？嘿。哎，新开的呢？啊，新开的啊。对啊。应该是新开的吧，无就是旧店。无啥名分。哦，这首的 MV 应该会在树下拍吧？对啊，应该要吧。哦，少年家拢免上课。哎、欸，不是安尼吧？没啊，上课，你应该在底处追剧吧？你在错，我靠！好 ，OK，OK， 耶！这条歌就是青虫的大球功，非常好听啊！希望也能摕到最佳台语专辑啊！哎呀，侯云哥更上一层楼了，一定可以的。嘿，好，阿基电台的高嘉吗？你被炸了吗？对啊，买好啊，买啊，买了。我们大哥开另外一个。好，等一下，这个大概半小时后再继续直播。呵，半小时。感谢同上的六位朋友，等一下我们就要宣布这个阿基今年年度计划。年度小计划、哦，年度小计划，对对哦，还有大计划 是？没有没有，就目前就这个而已。关系好。好。来哦，我先试一下来底人的声。应该会收到一挂风声啦哦，有哦，还、啊、有风声的时阵，都爱去知影讲口罩爱挂好呵。在我听到风声的、欸，你家己袂挂好？哎、欸、哎，因为我会唱歌，所以安尼应该嘛会使啦。安尼，我今天以三级，所以我不露脸啊。哎、欸，你刚刚想管哦？德伟，迄个镜头吗？胳膊想管？对，你要看到你。不，爱看到你头。拢爱，拢爱。OK，OK， 两边拢爱，有。OK，OK， 哦，要落山，要来，差不多过二十分呐。
其实迄个日头落山落来，爱个差不多个蛋藕粉啊，哦，也天顶会变作红作红，迄个俗称的红天呐、啊，红天，红天呐、啊。哎，在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们这个进入今天的这个阿基的小计划防疫饶境，嘿，饶境。我们选到一挂就是较无人的所在哦，因为迄个社交距离不用拉，自然就有了。啊，即马伫这所在，就是我伫正卡，我袂伫迄个盐埕迄个所在，我会伫即个天花边。啊，了看到下卡一堆人在种鹅啊，饲鹅啊，快讲种啦，饲鹅啊，后壁就是日头落山啊，这是天迄、那个，我更唔知即个台语咩讲哦，天际线啊，但是我写是叫天际线啊，天际线就是安尼。啊！但是我无科普，我无人会当问。啊！但是看过，这就是天际线啦。哦，非常的水，非常的了，会当看到日头完全落来安尼啊。漂亮，漂亮，真的很漂亮。那防疫饶境大概要做什么事情呢？防疫饶境就是我会用这个方式，甲长安人做会做一个演出，在家现场演出啦，现场表演。因为阮最近的活动拢去用 cancel 啦，cancel 掉了一大堆哦，不要说一大堆啊，全部都没有了哦。所以阮就用这个方式啊，伫这个阮想介意的所在，伫正下卡啊，嘛有可能会去生活，嘛有可能会去。各下街巷啊，我讲诶，任何所在啦，任何所在做一个演出的方式，啊了，互线上的朋友会当听，会当看，会当介绍阮伫这所在有偌水，啊了，希望大家哦，都若有钱就出钱，有力就出力，关好，啥物单位我小袂记啊，卫福部。哦，关好卫福部哦，了，互因有困难，搁继续为着台湾拍拼，台湾的平安拍拼啦。啊了，买当交代我啦，啊我阁帮恁做一道关好嘴嘛，会使，你若袂相信卫福部，爱相信伊，爱相信伊，啊了，那刚刚卫福部的手续比较琐碎，你通管好我，啊了，我会转交啊，一并加上我自己的捐款，一定帮你哦转寄给卫福部啊那样，所以就是白话讲就是华语文的讲就是阿基要。四处唱饶舌，然后为这个台湾的这个防疫捐款，对，募款，对，因为我们也没有更棒的作为可以去做这件事了啊，这就是我们的自己的方式啊，哦，那了，嘿，就是这样。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在通上有四位你赚到了。陈建璇说台语可以问阿华塞，哦，阿华塞。我真久边有这些台语的小老师啦，对对对，我会当问。好、哦。就我最近我吸收到一个台语词，我嘛感觉做特别，伊迄、那个，其实有一个台语词，伊话叫做胆量吧，胆识。啊了，我去找啊勇敢。等等，勇气，哎，将类似比较正向的这个用字哦。啊，我一锤，我锤了几个这个啥，我想要忘记啊。台南妹啊。啊，叫啥我忘记啊。好，台南欧兵。不管啊，啊，了到边，伊刚刚这讲话我嘛找袂到，伊是啥物所在咧用的？所以我就怕什么用啊？嘿。因为我有做者书里会当加啦，至于我感觉迄个是袂歹的，啊，我想会当问看麦，对对对 ，OK。那阿基今天这个在这边，嘿，我们怎样？这个新哦，毕竟是长安人的频道啦，哦，没有，哦，是你的粉专哦，现在直播在你的粉专，哦，粉专哦，不管啊，反正在什么地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open 啊 ，open。Open 就直接来试唱一下，大家帮我们听个音量啦。好啊，看这个好不好，够不够，行不行？要再多几趴，或是少几趴？大家好，帮忙做个评审一下。第一条歌哦，昨天那有迄个是长安人的始终的铁粉哦，应该拢会听过这条歌，叫做《介意台南》。哇，自己当 PA， 自己当 PA。来哟，笑的所在马上讲着。
我做家己台人，我甲伊放伫我心肝顶。就算厝外做兵，工作较上嘛是台人味。不管我无闲，一定会安排时间转去。转去我来故乡，拄着顶多白的透早来去西湖去。我家己台人，早顿就食人家肉色饭面味。家己台人食完两百几斤牛肉汤，我家己一个无聊，因为下当喘气。我嘛常常认真来上高甲卖牛好笑。我甲白相家己钱拢靠伫富城，当我大汉，我嘛想要做一个有营养的人。环境甲文化拢需要大家守护照顾，家己输背景都可是说是更加是高调。什么进步对阮人讲爱是这，但是这新加坡的农产品全部送阮国际。我是台南的人啊，我对土地的尊重。大声甲你讲，我介意台南，我想要脱口罩。耶，来啊！好像在唱个就艰苦。来哟，哎！介意台南的气氛啊，甲春天啊，你的角度就是我的角度。阮的使命就是共同建设台南的安全，予你也是好台南。来去看日头落雪伫北门啊，来去安平雪柱留咧小黄船，来去喜酒啊，夹着乌豆麦载着水母鞋，来去安平巴肚枵我西花园啊，来去来去来去西啊西啊。来去来去来去一块西啊西啊！现场朋友下班了，爱去吃暗顿哦。来去，吃饭红灯大，来哟！啊，不然你刷上的朋友，家你也想手叫我来啊！哈哈。家里人的气氛啊，甲春天啊，你的角度就是我的角度，同款。阮的使命就是共同建设台南的安全，好地也是好台南。来哟、哦，家里台南你也是呀，一定是来哟、哦，你头就酸啊、哦。家里台南的气氛啊，甲春天啊，你的角度就是阮的角度，同款。阮的使命就是共同建设台南的安全，好你也是好台南啊，你愿。刷上的朋友还是很屌的朋友，哦，很屌的朋友，哈哈哈哈哈，差我噶差啊侬，哦，好，迄个里头就刷一个破声，好，耶，迄个考到有人讲，哦，超理工，迄个人声有点小，所以我人声有点小，手动放大一下，好，大概拿捏一下，哦，这样就比较大声一点，可以吗？请问查理这样子可以吗？请问查理这样可以吗？我们的音乐总监，请问小总监小社的 Charlie 这样可以吗？哦，里头是什么？哎呀，非常水！哦，那哪水啊？哦，我这真正是有时阵哦，迄、那个伫迄个工课上哦，拄到一挂压力，也是伫迄、那个迄、那个。日子哦，过咧过日子的时候，日子啊，过日子的时阵哦，拄到虾米困难哦，一定爱找家己快乐的方式哦，来这样看嘛是一个选择啦啊，不管你是伫迄个盐田迄个所在哦，小心小心，不管你是盐田迄个所在，踩到自己，迄个天花板哦，拢是非常好啊了。记得哦，社交距离哦，还有防疫措施弄扎好。啊，防疫措施就是我有做对口罩啊、哦，我拢会备用口罩。有时有朋友袂记扎啊，搁有迄个酒精啊，搁有湿纸巾，酒精擦拭的湿纸巾哦，啊，搁有一个防疫的心。阿廖今日只阿廖迄个日头就算差不多搁过十分钟了、哦。转经的差不多，啊，迄、那个表定，迄、那个天气的表定时间，日头落山，日落是迄个6:32，啊，今嘛个差不多十分钟，啊，了伫迄个正卡的日头落山，
拜托哦，看了日头弯转的山，搁蛋糕温江啊，天顶会变红色的，真正足水。哦，加紧。来，要放歌吗？还是不要？你要直接放那个吗？哦，别人的歌吗 ？OK， 要放别人的歌吗？还是直接放自己的？也可以放自己的，也可以放自己的。好，放自己，放自己喜欢的歌。那这样子的话，还是你的歌吗？Yeah， 哎，最近有听到什么好听的歌曲？最近拢无爱听什么歌呢？最近拢爱听一挂像迄落台语的《白日里的假话》啊。台语文教学，你在看谁的教学？有一个频道叫 THK， 哦，你拍 THK 应该就有啊啦。阿姨来对频道来对诶，迄个影片来对诶诶卡，有一个白话里的，等下我看下。有一个清单哦，白话里的基础啊，内底总共二十集的款哦，20集听了啊，了个继续加强家己的讲法啊，你的台语的也做厉害。好，直接开始啊，里头要落山啊，今日温普里高啦，普里高，不过下骹站遐敢那嘛看会到里头完全落海安尼，所以阮直接。上好这条，上好正卡一条歌啦啊！上小朋友，剩偌济？五位，哦，五位好，大家大家好，好，底下笑啦，不管啦，来哦，这条是，这条是，我有一当来到正卡哦，阿廖加迄个。家己的好朋友，像迄个洪家古厝的迄个第二代啊，我们在第几代啊？洪家古厝的迄个洪源、郝源啊，然后够小人啊，够迄个陈其光吉他手陈长阳哦，啊够复原正骨中心的迄个师傅哦，郝翔。够加侪啊，加侪一挂里里口口的朋友哦，啊，就直接来这个洪家古厝遐饮酒啊，住伫遐，啊了，因厝哦，介意这个所在，啊了，因为这个所在真正会当好我放松啦。好，你头尾落山，直接开始上好这样卡一挂叫做这样卡，嘛是模拟的迄、那个。台湾台语台南新时代之歌，新时代之歌，诶、欸，入选歌，入选歌曲，入选最佳人气歌曲。哎、欸，蛋，哦，已连线，哦，蓝牙要接，蓝牙接，蓝牙接。哦，有啦，耶、yeah ，来哟、哦。哦，这个季老哥，但飞机够给我料有无错过？然后忘词，拢是正常诶。开只空地搭只汽车，爱心经过土城七股，将船只将船放门车呀卡，甲我准备落车的规家伙啊，微微海风吹来，开始生活，有了新的感觉，新的故事，这是必新的日记，新的歌词，真的，你的表达拢不是问题，你的问题就是你。日头落山，希望慢慢映出黄昏的光。来到这的朋友，爱袂记土生的酸。快乐的暗顿配一杯茶啊，搁有透早抓的鹅啊，三百四甲南庙啊，南梦，因为真正放松噶。都市无工作，做天地天外比无三秒的，真正放空空的。哦，好，哎，抽一，我们就是有这种突发状况啊。哎、欸，这里是几乎没有那个讯号的地方、欸，哎，竟然还可以被干扰。对，太扯了啦！我们一定要唱一次完整的。对呀、啊，太扯了啦！丑一丑一，再给我一点。好，不好意思，线上的朋友，丑一，请不要吝啬你的捐款。因为我刚才也唱错，各位又，各位又赚到重听一次的机会。好像是高雄镇七个啊，头衔七个永春奖，哎、欸，七个杨双。将军帮忙这样看 ，OK。
七个洋山加全棍棒棒，七个洋山加全棍棒棒。OK， 先释放一下。阿贝伯一样。给我一个稳定的几分钟，四分钟。哎呀，我都盖背光哎，现在 GoPro 是背光，我都盖背光。来哟，回家看见大家齐刷，爱心经过两者，哥，哎，等，我们现在变成练歌大赛。回家可以带大家齐刷，爱心经过，爱心经过七个羊山，加全棍棒棒这样看，爱心经过头城，七个羊山加全棍 ，OK。哎，我先练一下。我先练一下哦，等一下，等一下。国家土地代表七杀，爱心金龟朝下七个养孙家，九公八猛这样搞 ，OK， 好，重来。好，刚才我们跳一下，跳一下。哎、hey, ，这首歌要送给 JR 卡哦，然后这首歌在那个李桃的双爱那个陪伴之下哦，来，在没有干扰的陪伴之下来 ，DJ。哎呦！来哟！人家空气在这气刷，爱情就该脱下去搞牙刷，吃就滚吧，门前牙卡，搞好准备落车，爱归家回啊。微微海风吹来，开始新话，有了新的尴尬，新的故事，这是比新的日记，新的歌词，真的，你的表达拢不是问题，你的问题就是你。日头落山，因为妈妈映出黄昏的光，来甲遮的朋友爱，袂记偷吃的酸，快乐的暗顿配一杯茶啊，搁有透早抓的蚵仔，三百起到两毛啊，难忘，因为真正放松，甲都是无共的人生，伫天花边无啥物事，真正放空，等待后一摆的放假，他甲干落来，海风吹翻来去这样卡。哇，真正坐伫天花边无啥物事，真正放松来哦。来哟、哦，哎、欸，副歌就是安尼啊，爱迪。六七十三年的九月十四号，我从浙江地里的灯光为星星十几号，就七江就青草哇，不知才会看的经过，可惜无看到乌豆鸟哇。我真细细记，王金河艺术也济济，伊的大爱需要大家钦佩。那有经过兴安宫内底有滴个牛牛，拜一礼啊。来到中央家，真正爱哭个下晡，吃一支希望，眼前熬出着海风，才会赢得有够真正，有克真正。得意相片内底的画面，足感温足美丽。最后来到下午差不多六点半，日头落山，红着的天顶，水甲，才会日记不止一页，搭伫张相片名叫这样卡。DJ Little W。我希望你有感觉到笑的感觉啦。来哟、哦！来哟、哦，注意哦！来到这样卡的应该安那。甲欢乐都等伫遮，来去这呀卡。甲欢乐都等伫遮，来去这呀卡。甲欢乐都等伫遮，来去这呀卡。甲欢乐都等伫遮，不跟来呀，这回啦 ，Come on！ 我在公山。来哟、哦！
街。我寻找他们也搞不着契合，我找不出个秘密不听光为心情就契合，想听到说谁吧啦，不过太快听过可不舍，我搞得我就叫啊，我是谁谁的红兵和一心的姐姐，一夜都爱需要大家机会，那有金个阴阳就来对有金么牛牛拜起来。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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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来符合一下现在这个日头落山的一个情境。哇，感谢线上同上的八位朋友。这个我们在直播的连结上有一个连结是卫福部的捐款连结，听完这首歌不要当免费仔，请把钱捐款给我们的卫福部。今天要放下哦，放一个泰国的后摇，我看后摇做下是一种比较空灵的地方啊，哎呀，享受一种海风啊，看这日头落山啊，云高高啊。我们刚才对大家开唯一的听众跑去哪了？我看我想要送他一张送彩蛋贴纸的说哦，真的假的？今天看他没唱，他就已经走回去了。哎、欸，你不唱之后，大家都下线。我们要去享受这个线上声，四位朋友，哦，四位朋友，还是再练习一首好了，练习一下，练习一下，要吗？欢迎哥，有位男神去遐唱，去遐找一个妙妙定是安怎？蛋雷吗？系啊，第三趴直播的，哦、啊，好，不好意思，这个哦，这个相机。让大家都吓、哦、到了，我也吓到了。对，风太大，一个技术上的失误。我先汽车加会影公公们，我唔知我这版本是虾米款。会读取者。切。我个教室也当汽车啊。哎，那刚刚那当去那个男神食堂，可以，今天吗？没有，今天没有。今天他现在近两个礼拜应该都不会摆，都因为防疫，哎，防疫没办法出摊了。对啊，连林家肉燥饭都可能会改外带。哇，哎呀、啊，没多啦。啊，你可能会改，现在在等什么？等四级哦。等我妈，跟我妈做一个讨论。全外带可能不，他不可能啊，因为还是有一些室内的想要内用的朋友嘛。嘿。啊，可能内用的桌子桌数就比较少。我请调控嘛，我这版本是什么款 ？Peach 说可以，我不知道 Peach 可以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可以是吗？他说可以。哦，这是五 Whisper 汽车啦啊、哦。叫挂车辆应该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但是现在声音是不是？哦哦哦。欸没有走蓝牙，欸哦、有又有了，哦，断来断去，一直断续，太远。哦，希望大家、哦、如果有什么业配，也可以尽量找冲仔蛋哦。那我们更新一下蓝牙音响， yeah. 大颗一点。
差不多就要看笑料，差不多红天出来，切切。你说天空会变红色的吗？可能会，可能会。我不知道他这次会反应到什么地方。喂，牛马出来啊！这是虎峡岸边虾饼，这是台南七股叠山蚵仔，这是台南赤坎古庙古早。来去台南行行，做伙听听，用笔写出台南卖出咱的七个文化的古都，快乐的城市。细汉伫遮大汉，英雄的代志，背不住我一个美丽的名字，遮的人生伊拢有影古锥啊！无想过离开你家，我想绝对一世人捌伫遮娶某生仔，我足条我拢讲台语大汉，我是下港的囡仔，多谢啦，我的爸爸妈妈。这个鸟叫声真是太来得刚好了吧！今仔感觉北京内底作兴，想要出去探探外口，日头晒晒出名。街仔路边的人有诶作用，有诶一步一脚印，只是下晡买四点，搁差二十分钟。我孤单，轻轻松松，自由自在，离开巴肚肚啊，点燃咱的世界。心爱想做红就买，食啥应该是买两罐啤酒来去横滨海湾看海。只是行到半路，拄着厝边拍只招呼，日头渐渐落山，形容个讲一顶三百块，我甲为什么迷伫钱啊？甲看着路顶一拍一拍光，看只手表。冬夏落地亲像花经过，这光带人骑在每一条街仔路。陪伴我的不止落雨声，搁有皮夹纸，搁有你甲我。哦，你记得一望无际的天空哦，你刚刚人类是非常渺小的，今天啊。充满知识的书都回来看，现家己一个计划。努力世界拢有故事，你我也是导演啊。我爱着这你，一定无意外，无论多时间，到我步调无管，慢慢仔行到差。千万吃错吧，万就无咧限制啥物机会。我是做一角做一角的做工人，脚若是地，弯下头看路顶啊，迎接光台南市啊。伊不只乎你安全的心情，伊搁带你回去啊！路边青菜一斤，肉酸饭的温度绝对，乎你无只会想挂伫嘴边难忘的口味。因为台南味的台南，你是大人，你咱拢无伊是输人，客较佮意。伊我都是路顶，徛着阮是爸。细伢细弟阿明经过港口甲灯塔，你敢知影吃？较早是台南吃，唔知伊朋友吃，对伫歌词的后壁。赶快洗呀洗地大了顶乱吹呀吹出地啊哇面对面前八十岁的林八岁不管你是在地还是外地来到这保持你真美对个热情哇在地台南市啊今年林八岁应该是九十岁啊哦对吧十档哦，迄时我刚刚知影八开头啊，我唔知几档，教官应该稍微是我过了档啊吧？呀，耶！哦，安尼塞啦啊！如果你觉得听得很舒服、很好听，请直接到我们连结上捐款给卫福部。对，阿伯就是。私讯阿君，哦，买赛哦，私讯阿君买阿君买赛，
啊了，迄、那个今日的红天无做红啦。听讲之前我听迄、那个洪叔叔啦，洪叔叔，我明明爸爸，伊讲哦，你怎无来？哦，迄个时我拄好有一天有来啊，伊怎无来？怎规片拢红的？我讲这假啊！哦，这就是可遇不可求啦。你想要看的时阵，偏偏就无爱有你看。哦、啊，你想要来是稳的超低、超低、超高的。对啊，好啦，哦，看到这个非常水啊，非常有温度的这个风景哦，相信哦，台湾的这个中国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真正会当吼。有更好、更平安的一个发展哦，啊了，就希望大家吼，嘴暗挂好吼，酒精喷好够，啊了，迄、那个，我今日我阿姨讲的啊，虽然做老的梗啊，不过我嘛是想要甲大家讲，就是没事千万别出门，你要有4000万才能出门，好不好？如果你没有4000万，就不要跟人家们瞎起哄。我是没有啦我连有40000都是因为好记得哈，没有4000万就不要出门啊啊对没出门出院的挂号不要造成人家的烦恼啦，因为没有戴口罩哦，金句啊，阿基金句，没有戴口罩就是在帮中国武汉肺炎背书，好不好？说得好，对，所以如果你认同中国武汉肺炎，你他妈就不要戴。好、哦，认同就要戴了。哦，认同就不要戴。对，认同就不要戴。如果你认同中国武汉肺炎，你就不要戴。好，你就掉哦，掉阿廖坐飞机坐去中国，哦，团好遐中共的人。啊哦，对，今日多是迄、那个，哦，够一个，最后啦，最后。你的脸书，还有我脸书照片。嘿，我今天看日记，哎呀，我再加强一下。我今天看日记哈，阿廖都要看的。哎、欸，今天是5月19号啊，我每当的5月19号，拢会做一件代志，就是伫我的迄个面册啊，我的个人粉专顶管，我一定封面照片一定画。今日迄个要纪念的一个人，就叫做詹一华。啊，詹一华今年都好殉道32周年，啊，甲迄个台南龙先生同款啊。了，因为今日嘛是迄个中国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的关系哦，所以今年迄个追思会都无举办。哦，啊，每当的5月19号追思会拢伫迄个德加的迄个德加清水公园。啊了，我某年有去啦，啊，有一当的刚好5月19号礼拜我都去，啊了，去啊，就看下最时段啊，做伙共同到迄个德加来追到迄个詹一华先輩啊嘞，啊了，今日是詹一华先輩的逝世32周年，啊了。这个角色嘛，介绍大家知哦。那了，那想要知影伊过去有做过啥物伟大的代志啊，就去 Google 一下。是听你的歌，有啊，我最近要做一条歌哦，一直在讲要做歌，不过就是一定时间拢卡掉的。啊，再加上即马迄个疫情的关系哦，就是较无方便出门，啊，就一直甲迄个编曲老师一直无时间瞧好安尼，啊了，哎、欸，最近是有慢慢有机会，啊了，有一条歌有写到詹一华先輩的歌哦，最近嘛咧做歌词顶管整理，哎、欸、是足够真正写的，啊了，甲编曲嘛讲好，啊了，找时间来甲做好，今年一定会发啦，今年应该至少会发3-4条，啊了，希望大家吼，就期待一下啊。害我稍微期待了一下，这个在今天，然后又直播，然后又现场唱，是否要让大家抢先听？可能应该无法度，无法度，无啦，因为我达到要经历瓜熟，拢得签咖啡嘛。啊，即马签咖啡干啦，会当外带，袂当内用嘛。你的意思是？啊了，前两天时我都要去签咖啡，啊都要底下啊，我想讲啊，今决心要经历喝两段的瓜熟，啊两段瓜熟量足济啊，我两段写足长啊。啊了，做地我讲好，今今暗就是要整理歌词，叫到遐凌晨嘛，伫遐啦，晚节嘛，伫遐。哎、欸，这是嘛整理？你讲讲。哎、欸，不要紧，后摆若要整理歌词，就紧毋是家己的舒适圈啊。哦，这个红天啊，不过无做红啦，系啊。
结果荒嗯，哎，这样都水呢。所以现在千咖啡只能外带了，你也没有可以写歌的地方了。有啦，我如果千咖啡很多人，我都去波比岛了。啊，波比岛诶，一楼遐会当结婚，个会当吃瓜。啊，一楼伊即摆应该是嘛是有缩小迄个室外的那个桌数啊。系啊，啊，就去用唱诶啊，就去遐是用唱诶啊，真降威。AM 在上，在 AM 在线上哦。他说：“我明明就告你赶快写。”不能写，不能写。然后 Peach 说：“十分期待。”他放了十分。真吉藤说：“睡哦。”好，睡哦。礼貌街，真吉藤的是那个九金菇，九金菇，那个在地人，九金菇的大佬啦。好，差不多是安尼啊。差不多，差不多。嘿，有机会大家当来这样卡解所在，啊，嘛介绍大家来遮啦。啊，了多迄个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的关系，最近拢较无人，啊，较无人的哦，笑满分呐、啊，这个把它笑起来。好，所以这个收尾，对。啊你还会放一首吗？放一首歌，我们边聊边放、啊、好，这个我们期待下一次快闪，下一次阿基的防疫饶劲，可以快闪。哦，准备去除了不然这么说，想要看在哪里好了、啊，哎，好不好？欢迎大家直接留言。嘿，就是不管你今麦伫线上，还是阮这个存取嘛，阿廖，阿是你后边有看到，阿廖，你嘛希望我会当去虾米所在啊？重点较无人诶，对，较无人诶，卖影响着别人，啊嘛卖影响着自己啊咧，啊较无人诶所在，啊我着尽量去啊，哦，念有大家看咧，啊笑大家听。啊，今天应该算一个第一摆啊，算一个练习啦。所以，如果看回放的朋友，我感觉到一个奇怪的所在，那拢是正常的。本来就是上场前都要先这个彩排一下了。对啊，对对对，虽然是今天算彩排啊。啊，那去我这个初衷就是希望大家用尽一份心力，然后帮助指导台湾在那个调整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做一个帮忙，啊了会当关钱的关钱，会当服药的服药，啊会当叫辛苦病的时段挂嘴音，啊为什么要挂？就讲给他听哦。为什么挂？哦，你不挂就是主诉的行为，对吧？你不挂就是支持武汉肺炎，嘿、欸，你就是支持武汉肺炎。主诉的行为就是你不管你家己去，我去收到这个肺炎的病毒，有可能你买奉上别人啊，对吧？所以你要挂好，啊酒精的消毒。好嘞，对啊，阿廖叫许多拢挂出来嘛。我们凌晨说这个前奏的长度就知道是后摇。太高了，太高了。凌晨说要去屏东，屏东确诊。台南也有啊，台南也有，台南也有。啊，大家就放那个吧，就大家就。加紧自己的那个防疫的那个措施啊！好，走后，走忙走后。所以今天这个 JR 卡的这个景，在你心中的评分会是几分？今天蛮高分的嘞，因为我觉得真的很漂亮。今天应该至少有八分，所以还有之前还有来过九分跟十分的，有九分十分的、oh. 因为他那个我们之前有来过，真的没有云哦，只有两三朵在天上，那种很可爱的哦，两三朵啊，那个太阳真的是下在海平面上，还经常做术语啊啊！如果大家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就去看二十年的那个 MV， 那次真的蛮高分，因为那时候我就站在这个地方啊，李泽当那个 MV， 我就为了开家啊，夜行阿北遮阿遮水。夜行就是一个天，啊，就阿门头安尼抹抹安尼，我来徛伫外口遐，啊，了看迄个日头落山，看到有小可透棒，伊看到久，伊讲哎，这个说死的哎、欸，
你若要十分钟，就是爱去多久啊？先多久啊？啊，不是十分钟，你若要去三十秒，你就爱在遐徛多久？我就是遐徛一久。现在真的用到很精彩，用到很漂亮。这是泰文啊，泰文，泰国音乐很厉害，厉害厉害，泰国的嘻哈也很厉害，哇，对啊，泰国嘻哈我进行，来，我看我那个 BR 有分享一条泰国嘻哈，我店里惊到一个月破亿的点阅率，一个月还是一单，我这个月要破亿。这比台湾所有的饶舌歌还强、啊，很夸张哎，夸张哎！啊，点击又不是我喜欢的。那、啊、所以这个讲到 B 站，想到那个嘻哈时代有受到影响吗？大嘻哈时代有受到一些影响，是因为我没有去啊，然后他们也有保密条款，也不能讲，所以我们能知道讯息，能知道讯息就是上次原本那个。那个台中大肠网原本要去助阵，对，然后他就当天去当天回来嘛，没有，是当下去当下回来，因为一上去就马上180例那一次啊，刚好那个疫情爆发第一天啊，炸开，对啊，然后就哇，直接台北升3级啊，就直接回来了，下车好像连抽烟时间都没有，就直接回来，对啊，然后我看熊仔的现实动态，好像也当天就是他们直接梳妆完之后，哎，直接宣布就是直接停录这样，然后就直接回去这样。然后台北朋友就这样，金家龙底在家防疫啊，对啊，金家龙底在家防疫，对啊，哎，金家我感觉今麦疫情真正足紧张，对啊，希望大家拢能当吼，迄、哦那个守身如玉，守身如玉干啥来用？哦，照顾好家己啦。真的，照顾好家己就是对领导的人好。没错，然后口罩戴好，酒精喷好。嘿，对，好。我、哦、要七点嘛嘞？哎、欸，要七点听歌加更啊？夏天嘛。好了，感谢啦，感谢线上的朋友。呵，感谢。所以我们今天没有第三趴了哈，就真的结束哦。现在啊，看怎样，花啦。大家拜拜，大家拜拜，好，拜拜，感谢努力，耶。
when you lit that pipe. It caused me a terrible fright. The flame burned my hand.I kicked my leg. You took my hand. If you're on the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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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clear. If you're on the water, water.Water, water, water, take care. When you left that boat, thought you'd sinkIf I couldn't float, would you lose your guilt? If I was your daughter, oh father, if you're on the water.Climb that tree. They should have never left you alone. I wish I heard you shout. I would have rushed down at the slightest soundIf you're on the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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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aware. If you're on the water.二十分钟学会晓读写大语文。